女子，儿个兵荒马乱，你在野战医院住得好好的，要回延安做甚了吗？哎，我说呀，你是解放军的俘虏，回去能有好果子吃？嗨，这女子，我走了一路都是我老汉说话，你是我老汉说的，你一满害不害？哎，俺班上开花，俺班上红，受苦让看过的好光景。你们陕北人都会唱歌啊。好好好，哑巴女子终于开口了。好。我听说你有两个亲人都是被国军给打死的，是这样吗？我家那个栓牛还是个论苗苗的。哎，这个胡宗南生怕老百姓过上几天好生活呀。李大爷啊，我看你对谢护士可好了。嘿嘿，那跟我的亲闺女一样，她为人实诚，是咱们队伍上的。咱们队伍？哦，对，咱们队伍自从毛主席共产党到了陕北，嘿嘿，在陕北的田呢蓝个硬硬的。站住，师妹，站住。我们是老百姓啊。老大爷，上级有命令，任何人不得从这里通过。那这女子有病，我是送她去医院了，我有医院的证明。你们要去延安方向吗？啊，不行，现在所有进出的路口都已经被封死，尤其去延安方向，国民党士兵已经开始抢粮和牲畜了。他是国李大爷，我决定不去了。我是护送你嘞，你不要怕，我去跟他们。不用了，我决定不去了。你们看啊，这一带的地形，敌人要是以旅为单位，急行军30里，大约需要多长时间？大约3个小时。要是用一个团来阻击他一下呢？5个小时，也许更久。5个小时不行。7个小时能完成吗？如果阻击地点选择得当的话，阻击他7个小时应该没问题。至少要6个小时，这样再加上敌人在路上的耗时，我们实际可以利用的时间是在8个小时以上。如果能争取到8个小时，这一仗就有把握了。我命令西北野战军各部以伏击的姿态歼灭敌人的36师，以3纵及绥德警备区的4、6两团来歼灭敌人的前蹄队，1纵、2纵教导旅、新四旅全力以赴歼灭敌人的后蹄队，以收各个歼敌之效，立即下达。是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参谋长到，命令各旅立即进入预设阵地。是。调队员，宁金山，调队员，我有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现在已经是班长了，不能老在外边。外边？什么外边？
这是我写的，字儿不好。好啊，要求进步，这是好事嘛。为什么不交给你指导员呢？我怕他笑话我。这怎么会呢？去吧，交给你指导员，等打完这一仗，我会让连里开会研究你的事情。哎，谢谢教导员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回去吧，宁金山。是。老板，老板。哎，王教导员，请进入。旅长让我们营做预备队。旅长说，这次让你们没有参加第一轮的战斗，是考虑你们太疲劳了。你告诉旅长，我们营坚决要求参加战斗。是。尹连长，到，集合部队。是，指挥部，你来集合。我来集合，再来集合。站住！站。上车，开！哎，报告教导员，队伍集合完毕。同志们，消息，彭总已经下达攻击命令，要求各参战部队于拂晓前开始攻击敌36师。我们营是旅的预备队，旅部命令我们立即进入沙家店预设阵地，随时准备战斗。现在出发。加油，准！进攻，准！报告彭总，第一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在长高山附近与东晋整编的36师后梯队师部及165旅展开战斗，因上空爆发，我攻击受阻，未能歼灭敌人。啊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彭总。中松会不会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而撤回于里呢？我想不会。如果我们暴露了作战意图，他会立即退回于林待援。可是现在他是在等123旅的回援接应，这就说明仍有动静的可能。因此歼灭36师的决心绝不能动摇。立即电告中央军委，我欲明天拂晓包围沙家寨附近敌两侧而歼灭之，得手后逐次向东各个阵地。是。